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。クアイチェホシニク。シズカロン。ウンリ有限講師。等一下，我们就直接先去挑那个颜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那个波士特杨老板谁介绍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些，这是阿吉而已，不然还有谁啊？认识一二十年老朋友了，不叫他介绍怎么可以？阿吉这是去力宝那个车上有小狮汽车的贴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杨老板做的。对，他就那时候想说，哇，这个 logo 那款很特别，哎，这是像。然后我就去 Google 一下哦，哎，找到了。结果就是我们特地哦，就是去看一下，然后觉得还不错，订阅一下。对啊，看有没有订阅？要订阅怎样？我们就来花钱了。啊，是这样，没有订阅没有要花钱的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我们上次收的那台帕拉梅拉，就是想说大家都说什么有色差哈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之前有几个版线有烤过漆，其实他有点色差，尤其这种银色哦，那个光线一看颜色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刚好借这一次哦，来介绍一下杨老板店，那到时候看他贴的好不好，对不对？我网友公审，所以你要看细心的哦。我为什么要贴膜？一个就是我也不想再给他烤漆了啦，因为他这种银色哦，我如果再给他。我除非整台烤，不然我用修补的颜色，我觉得还是一样，还是会不太一样。为了那一两片，结果烤全车也觉得很奇怪。好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这个来挑，因为我这个一直以来是，我就想跟泰山一样，我想要一台有平光贴膜的车子，所以我这次想要挑一个白色的，然后平光消光的。这边的话，白色其实有几支我蛮推荐，个 SP240 哦，对对对，240就这一支，这金冲哎，对，我看我刚其实一刷开了，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一张，对，这一支蛮特别，因为这支就是比较少人贴，好，那就拭目以待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，2011年的 Porsche 潘纳贝拉，潘纳利贝，3605cc， 300匹马力，40.6公斤米的扭力，应该是吧？好，背数据来看这个钥匙，这个比上次尼桑那个酷水好多了吧？这就是当初小师去这个嘉义，吃好吃要跟我很怀念，等疫情结束，大家我们一定要再找机会去吃一下。大家有发现跟当初长得不一样，整台车我们已经帮他做了贴膜，那这台车四支的避震器我也换新的了，好，那加上一些这个底盘三脚架也帮他做准备，当初开回来的时候底盘有声音，全部都把它整理好了，今天带大家来这个一探究竟，当初新车定价420万起，一直到这个最顶级的 Turbo S 要到破千万的价格，所以今天让你们花最少的钱，感觉自己有破千万价值的那种感受，好不好？玩二手车的好处就是挑到一台车况好的车子，前车主也帮我们花的差不多了，好，我们花少少的钱
可以享受四五百万等级的车子的感受。好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我这个膜啊，当初挑是这个消光白色、平光白色，然后其实它有带一点点金色的金冲铝圈哦。我们现在是19寸，可是其实当时420万，当时应该是配18寸的，然后大家有可以选配最多20寸、21寸都可以选配。那我们这台车上面配的是这个19寸铝圈，当初在贴膜的时候呢，店家也帮我们在头灯上面贴上了犀牛皮，所以你会觉得这大灯看起来特别的光亮，好、哦，有一种回春的效果，而且也可以防止这个刮伤。后照镜的部分，我们也用贴膜把它贴成黑色，车顶我们用贴膜把它贴成黑色。那它当时比较可惜的就是它只有配小天窗的，它没有配大天窗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得到这个小天窗的 Panamera。 车侧侧裙我把它贴成卡蹦的，你看，哇帅！你等下画面一定要补一下好不好？这个卡蹦贴下去，整个就是画龙点睛的效果。好，门把也是用黑色的配色，主要哈、哦、除了配色的关系以外，因为比较频繁的在开关嘛，所以黑色比较不容易看到刮痕或是脏。这次的贴膜我贴的觉得蛮喜欢的，来看一下屁股哦，它当初整个就是照着它的保时捷的设计工艺跟理念，第一次设计出这一种这个四座的轿跑车，所以你看这个屁股完全承袭了Porsche 的感觉。它这里有个尾翼哈，尾翼时速到达80公里的时候会自动升起来，但是我们里面有按钮可以控制升降。来，最后看一下它这个电动尾门，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它里面有放什么东西。 BOSS 的音响，重低音在这里，补胎剂，这个是防盗螺丝，五颗里面有没有只有这一颗是锯齿状的。阿丹，你是不是以为全部？对，我以为全部。不是，五颗里面其实它是通用规格，只有一颗是锯齿状规格，要用这个才可以，其他的用一般的都打得下来，因为你少一颗你就拆不下来啦。哦，所以是一颗。然后如果是比较高等级的 Panamera， 它后面应该有四出尾管，这个只有双出而已。哦，后面我也贴膜，贴熏黑膜，因为它这台车很奇怪，它的尾灯其实不漂亮，就是我记得当初有点不知道泛黄还是什么，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把自己的老车稍微做回春的方法，没有那种破破旧旧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。哎，我觉得这比较特别就这里嘛，后座它是这个双人座的，然后而且你看哦，它最特别的是它后座也做的跟前座是一样，有点类似赛车椅的。然后你看哦，它这里我也把它本来是都是那个木头的，我全部都把它贴成卡蹦的。哎，这很奇怪，这边有个点烟器，它这边又有一个12伏特。哦，不要过几年，就我爱假婚那个阿公。天棚我们换过了，之前天棚塌下来了，我会把它更新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觉得它这个这样啊，很像那个飞机，飞机的控制台有没有？有飞行设计感的一个中控台设计。好，那我还是把它的这个前车主啊留下来的车内循环跟门锁加油留着，蛮有 feel 的。好，那中控台我们也是把它贴成卡蹦，这边也把它贴成卡蹦。然后它的仪表板是五环设计，那跟我们很多的跑车一样，中间是转速表。哎，我方向盘也贴，你看这勾雷杰啦，这个贴膜鬼斧神工，你看圆柱形的它也能贴。哦，那也是贴的、哦。对啊，阿丹，你要不要把机器贴成卡蹦的？圆柱形它也能贴哦。看到女孩子，哎，你看我卡蹦的哦。哎呀，还也不错啊哈、哦，感恩波斯特哦，帮我把这个方向盘，因为我当初我就询问他啦，尝试着问他一下，我们也不好意思逼人家。说啊，请问方向盘可以贴吗？啊、哦，可以啊，我帮你贴。哇，不错。可是差别就是它会有接缝啊，其实这会有接缝，对吧？它把接缝做在侧边。不过它能愿意帮我贴方向盘，我已经很开心。要不然方向盘是木头的啊，你其他都卡缝，就这边木头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要不然除非你就整只要重包。重包，对啊。所以它这样也帮我省了一点点钱，还不错。哎、欸，讲完了呢啊，看一下那个好了，我看它后座好不好坐。刚刚这是我开车的距离嘛，我去坐一下后座，应该算大了吧？可是坐姿有点挺，其他坐姿原本是这样。那不能调，不能调啦，怎么调？固定的啦。哎、欸，它有六四分离吗？我记得我有导过它，我记得它可以，它应该是这个两两分离啊，因为它是一比一，它不是六四啊。有啦，这是啦，有没有？这个。对啊，它是一张椅子一张椅子分离啊。啊，中间呢、欸？啊，它也是六四、欸。它还是六四啊？这样是六四哦，还是二比一？你会觉得这样很贵吗？400多万的车，十年剩。一百出头，你会觉得很贵吗？我觉得不会啦，我们买是不贵啦，我当初就是觉得买不贵，所以我才这样花 啊。而且啊、喔，其实我也是怀抱着一点点小小的兴趣，就是这个车我觉得把它整理漂漂亮开出去应该是蛮欧夏类的，先花再讲，卖不出去再说，所以每一台车都还放在那边说。啊，欸，有人说，欸，四哥你怎么都不收这个192的 M3 啊？我说我也想收啊，问题是我两台146 M3 都还没卖，我还去买192 M3。我们有两台哦。
你不知道我们有两台 M3 啊？为什么只有一台？还是你要买一台？人家在荧幕后面摇头摇得很厉害呢哦。好啦，试车啦，行啦。再试鍵館。クワイチ星肉。静か論。運理有限講師。我跟你讲，他载车哦，我回来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起步真的很慢，因为他是用二档起步的。那个我们去贴膜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去留车吗？那个贴膜的老板还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变速箱怪怪的。”我说：“怎么说？”他说：“那个起步哈很慢，要踩很深才会有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那正常，那不是变速箱坏掉。”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二档起步。你看我现在怠速对不对？你看他的档位是二档，我现在静止啊，对啊，他档位是二档。所以如果依我平常开车的习惯啊，我一上车，我开这个车第一件事我就把 support 按下去。我真的没塞你，你看我现在没有 support 对不对？起步这样温温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让它起步以后，哦，有够快，有够好开。这个底盘那时候去阿吉那边换的是支新的避震器，设定我一直跟阿吉讨论，大概前前后后设定了两三次，终于设定出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底盘反馈的反应。目前这个状况哈，比我当初开原厂的时候再稍微的 Q， 稍微的硬一点点的，所以我觉得真的 perfect， 因为它不会丧失掉那个舒适性。我干嘛赢黑武力招赛车场哎，你知道？他们觉得的改装避震就是他妈偏硬的。每一次只要用他们的感受回来哦，我都觉得太硬。所以再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你们去那个换避震器、改装避震器有没有？你一定要多试车，多跟老板讨论，因为那个有时候有在玩车的，或是每个人对车子底盘反馈的那个感触都不一样。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行？它这个比原厂的设定再稍微偏 Q 偏硬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一台这么有重量感的车，1730公斤，哦，那起步也温温的，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高级车的质感在里面。你如果整台车弹跳太大，会觉得廉价感会出现。那个北苏利塞可以不要赶快，觉得那个车子的质感会丧失掉，因为这个车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大型的一种 GT 的轿跑车的那种感觉，哦，不要丧失掉它那个舒适性，哦，那个豪车的气派感，有啊不，难怪你把表水水起来，哎呦，女孩子在那边，然后出去有没有？我想，只要你开 Porsche 绝对没问题。就算女生上来觉得车一直跳有没有？她可能哈，哦，她就会在跟她的姐妹淘啊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哦，她就会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看保时捷也没什么啦，我男朋友那一台哈，哦，也是很跳，跑车难坐死的，有没有？看偏偏就送哎，哇！LV 的包包也没什么啊，还不是一样装这些东西，有没有？看讲这种话有没有？讲出来的话又要每天要理一趟哎，好不好？大家要注意，要慎选，要男女朋友要慎选，不要选到这种的，好不好？我旁边有一台那个什么泰肯呢，哦，有不 ？Brother 有没有？现在又在宣传那个《亡命关头》了嘛 ？Family，Family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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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，哇！哎，欸，你快逢低手抢 family 的制服啊 ！It's family。我们开这个车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我们遇到的，哎，欸，虽然价钱差了108000里，不过我们也是兄弟 brother family。我说这个车起步很慢哦，所以那时候我联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车哦，开起来就很像一台这个事业有成的中年大叔。中年大叔的话呢 ，keep on 加班嘛。老婆揪你要办事情的时候，哦，要提早预约嘛，哦，可能在3到5天前要先讲，哦，要不然要坐在床上面等很久，你知道吗？等到都干掉了，我是说时间都干了啦，空气都凝结了啦，你知道中年大叔就在提前预约嘛 ，keep on 卡班嘛，可是哎，欸，一旦 keep on 起来，对不对？就让你让他到了这个3档以上，开起来是一台非常棒的车子。哦，那当然，我为什么会说它还是一个 GT 的房车哦，轿跑车，就是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高速巡航哦，因为油耗真的蛮可观的哦，这一公升大概这个市区的油耗大概在5点多公里而已，然后平均大概在8公里左右，然后高速大约会在11点多公里哦，这是当时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啦，所以哦，你看现在要起步了。我开这个车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起步，还有停车，因为停车你会慢速在那边前后堵嘛，哦，那真的很慢，因为你踩太快，你又怕它冲起来，可是踩太慢，你又觉得很像在老汉推车，推不太动那种感觉。因为以前有很多的老兵士哦，欸，现在其实很多兵士都还是哦，都是二档起步，你知道吗？那他们在说是说，他怕你起步太猛爆，哦，有时候司机在开车嘛，老板坐后面，你二档起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他有一种说法是这样，他这个是当时哦，是一个
七速的 PDK 的双离合器变速箱。这个变速箱是保时捷他们自己研发的，他们之前用的是好像叫跟我那个 Buster 一样，是用 Tiptronic， 后来他们自己这种七速的自手排变速箱，它的那个整个变速箱的重量啊，比前一款的那个 Tiptronic 都还要轻啊。啊，我知道啦，我刚刚讲的不精确，它这个起步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勃起困难的大叔啊，被起风就掰嘞。所以这个不是对你没感觉，因为没开保时捷。我们上次是有那个顺口溜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要不要听进阶版的？是还要进阶版，就是比较得体一点的。马子床上不卖力啊，因为没开法拉利。叫床声音不舒麻，因为你没开宝马。不是爱意不会低，因为你没开奥迪。没人度过情人节，哦，因为你开纳智捷，哈哈硬要塞一个啊，翻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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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它这个变速箱的齿比哦，其实比较疏啊，就是档跟档之间的那个转速掉落的那个落差很大，所以你不按 sport， 你开起来哦，事实上其实在市区开没有那么舒服啦，因为当它的速度起来以后啊，它的操控完全不让你觉得你在开一台一吨七的大型房车。哎，这个车我去看过哦，它的宽跟长有没有不输 Model X 哦，差一点点而已。所以其实你开这个车，除了车高不一样以外，其实宽跟长啊，不输那一台庞然大物，那台那个蓝色小青蛙哦，好不好？为我们唱到流量话题的蓝色小青蛙，我很感谢他呢。虽然卖掉不会觉得可惜，但是我也感谢他。刚刚讲这个七速 PDK 哦，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哦。其实当你在这个换挡之间，你发现那个顿挫很大的时候，好，那当然亮灯那个是一定会亮的啦，那个都要提前去做预防跟检查。好，然后它一旦哈磨损过大，它会启动这个保护装置，侦测到异常，它里面有一个感知器哈，它侦测到异常，它就不会把你的变速箱锁起来，锁起来又怎样？就跟我那台218一样。就掉下了，我的218就是锁挡啊，就是保护啊，怕你再继续开下去会造成更大的损坏。好，要不然它这个七速 PDK 的变速箱，其实当时他们做出来的重量其实是很轻的啊。还有一个，除了市区很难开以外，爬山也很难，这个跟勃起困难的大叔也很像，除了他勃起时间比较久以外，他遇到一些哦，当需要比较卖力的时候啊，比较辛苦的时候哦，就窜嘞啊，类似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山哦。好，虽然爬山我说它的因为齿比较疏，爬起来有时候会比较吃力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样，你看当我速度已经到了四档60公里的时候，其实它就非常好开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它这个开起来它真的没有违背当时保时捷的这个名誉啊，它整个开起来还是有我们在开保时捷的那种跑车的感觉。好，无论你在过弯还有底盘给你的反馈，它这个前面是双 A 背，后面是多连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直在说麦克风收音有风声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跟你讲，是因为外面真的太安静了，不然都会是外面的声音。对啊，外面真的超安静的啊。这个车除了真的起步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办法接受以外，其他的我觉得它真的是一台很棒的车子。有啦，那个体积太大啦，停车坦白说我真的也会有一点困难。然后它这个引擎哈，原本很多人也会以为是跟凯燕的那个3600，我之前的凯燕3600引擎直接留用下来的，其实不是哦。我想这台车基本上跟 VAG 系统是没有关系的哦。凯燕是不是有些人讲跟那个什么途观哦，反正它跟那个福斯的有没有，还有奥迪的 Q7 很多零件是共用的。Panamera 其实不是用那个引擎哦，因为那个引擎 VAG 的那颗引擎也是 V6 3600，但是它的夹角啊只有大概我记得是10点多度而已。阿呆，如果10点多度的话，夹角10点多度是不是比较那个 V 是不是比较尖一点？所以它的厚度就增加了，所以装在这个车上面，引擎盖就会变很蓬了嘛。那违背了，因为保时捷想要用这个跑车的那种设计感来设计这一台轿跑车。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引擎这么蓬，所以他们用他们的 V8 有一个4000多 V8 的引擎，拿掉两缸做成 V6 的，那它的夹角是90度，所以是不是就这个 V 就比较宽，开度就变开，比较开嘛，腿打比较开嘛。好，我讲腿你就有感觉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常常幻想着跟女人这个跟她展开一段，好，她的腿与你肩膀的相遇？啊，你下次好不好要去撩妹？小姐，你的腿想跟我的肩膀来一次美丽的邂逅吗？
对，比较开的话，它的引擎的厚度就变薄了。好，那所以变薄了之后，它才可以把它的车头做的比较低深一点，好，比较有类似可以遵照他们以前在做这个跑车的那种设计理念。然后它整个引擎都是用铝合金下去打造的，所以它整个引擎的重量只有180公斤左右 ，PDK 又比之前的 Hiptronic 还要轻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引擎是全铝合金做的，所以其实这台车在这个引擎跟变速箱的部分，其实重量就已经减轻很多。这台车回来哦，全车啊、哦、我们也贴了膜啊、哦，我换了一个三脚架，前面啊、哦、我测试起来有一个哩哩喽喽的声音，我跟阿丹你一定想不到，你猜哈、哦、一个三脚台多少钱？材料就好了，不用加工钱，你一定想不到，5800块，我换了两只，5800块，便宜吧？对啊，后续哎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那东西就是没你想的贵啦。当然阿吉可能有算我便宜，但是就算他再怎么算我便宜，也没想象中的贵啊。我有吓到，我看到那个单子我吓到，太便宜我吓到。你卖公啥啊？你现在你随便一台国产车也好，日式进口车也好，那个3000多块都很合理啦。好啊，虽然他这个是OEM 副厂的、oh.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不太有必要去用正常的，因为我们连避震器都不是用正常的啦，避震器已经是阿吉牌的啦，阿吉牌啊，所以就是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贵。那当然整体我检查起来啊，各个水管啊什么，其实前车主真的像当初卖我的时候讲的没有错，他真的是有花一些钱在这个上面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最终末端售价哈，其实这个车回来我也花了10几万跑不掉了，因为贴膜就10万了啊，有啦，听到小师的名号有打个折啦，不会啦，不过这膜贴的是还不错啦，心还是很痛啊，因为贴膜真的比想象中还要贵，也不是说比想象中还要贵啦，贴膜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啊、哦，他前置作业要弄得很干净再来贴。我现在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年纪了，我现在开始喜欢那种就是后面斜背，然后整个行李箱盖是这样电尾门这样打开的，因为我觉得可以载很多东西。我后来发现哦，我车上那个218有没有？阿丹，你有空去看我218的后车厢，满的。哦，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对啊，你到底都放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摸嘛就爱带物件啊，我后车厢都摸完呢。啊，我有时候我都很怀疑到底都带了什么东西耶，都是满的。所以我现在可能年纪到了，我都觉得后车厢其实偶尔也会想要开一台后车厢很大的车子。阿丹，你知道双离合器的那个作用原理吗？好，反正我简单讲，现在很多听到这种双离合器的自走牌。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接近手排的一个自排，它就是你的换挡的离合器。我们如果手排都要踩离合器嘛，用脚踩，那它做了一个油哦，也许油压的装置哈、哦，来帮你推离合器，所以你的左脚就不用去踩离合器，这第一个。所以它很接近手排，所以才会有那种抖动的问题，好、哦，离合器片衔接的问题。因为离合器片不是你自己控制衔接，是电脑帮你衔接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它衔接的不是很好，好、哦，或者它衔接的那个感觉不是你想要的感觉，好、哦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那双离合器就是它会分两个机构，奇数档跟偶数档分开，就是1357，像这个奇数嘛，1357换一边，246换一边。当你这个二在运作的时候，三已经结合好离合器在等你了。哦、所以双离合器为什么换档会快，就是这个原理。那为什么双离合器会比较省油？因为它接近手排嘛，所以它很接近手排变速箱的设定，所以它很省油。然后换挡很快，所以加速也会很快、哦、大概是这个双离合器的这个作用原理是这样。自手排也有单离合器的啊，像熊猫潘达那种有没有、嗯、那个自手排好、哦、菲亚特500那就是单离合器，单离合器又变什么，你一档在开的时候二档没有二档在准备，因为它只有一个离合器而已，所以你还要等它放开一档的离合器再去接二档再放开、嗯、所以为什么那个会有顿呆，它换挡为什么会思考人生，你会有一个它放开再去二档再踩再放的那个时间，所以换挡就变得很慢。那最后我们要分享这个车的价钱了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买82啊，回来我看随便花一花，我刚刚讲10几万也花下去了、哦、最后我们卖出来价钱，我记得我店里会开在115万啊，希望片子出来的时候已经卖掉，目前是还没有。但这台车为什么还没卖掉我就拍，因为我真的还蛮想分享我自己开这台车的感觉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台车目前看起来是还不错的车。你知道有一种那种概念，就是当现在路上双 B 很泛滥的时候，但是我以我这种懒叫啊这样个性，我很不喜欢当一个东西普遍的时候我就不爱了。像以前买鞋子也是啊，我讲一个斑马那个 Easy 以前不是有一个鞋子哎，都开始是不是就行诶，价钱炒很高，就到后面他又出复刻，有没有出一堆了？那时候你就不想穿了，因为大家都在穿。对啊，踩在路上一堆，还是不便宜啊。但是我们这种就是
鸡歪个性的，我们就觉得啊，就这两千我不玩。所以你要跟女孩子交往，你要制造自己很 properly 的那种错觉。女生嘛，所以晚上会去吃饭，哦，哎，等一下我瞧一下时间这样。啊，我不要，啊，那不用我找别人，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可以啦。我本来想改排气管，你知道吗？就后来我想说，最近有在抓嘛，怕找到吵到别人，炸街上新闻啊！我们不够红啊！我们在怎么？我们他妈的，就算边开车边炸邯郸，应该也没人理我们吧？好啦，想上新闻是不是？阿戴，天窗打开，下次买冲天炮一盒，往天上炸啊、哦！对，天窗打开，你就这样点，我就边开，就，敢保证上新闻，要不要？好啊！有没有想上新闻啦？好不好啊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就想说啊，不要好了，给下一个这个有缘人哈、哦，你自己有兴趣你再去改。哎、欸，阿戴，我们卖115万哈、哦，比牛肉还便宜，你知道吗？每500公克牛小排一盒，外面那个超市卖有没有？每500公克牛小排大概600块啦，你去算这1730公斤，我卖115万，你除起来每500公克才300多块而已，比牛肉更便宜。标题帮你想好了，好不好？比牛肉更便宜的保时捷，还是什么勃起困难的大叔要当要当标题吗？勃起困难直接就黄标了。哦，直接就黄标了，那不能勃起哦。YT 是啥？一言堂都不能谈到勃起。哎、欸，那天还有粉丝分享我一个频道呢，那个女生直接用那个情趣用品，然后直接拍她的脸呢，看她的脸这样啊，很痛苦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一副这样子哦，刚才就干扣啊，我想说他拍片拍那么痛苦干嘛啊？人家那个都没有黄标了，我勃起困难的大叔会黄标？那个有一个小朋友就问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昨天你坐在爸爸的肚子上面一直摇在干嘛？”那个妈妈就跟他讲啊，因为爸爸肚子太大，我这样弄一弄帮他消红。嗯，他说妈妈不用啦，你不在的时候隔壁王阿姨又会把他吹起来。啊！对啊，为什么妈的我们就黄标？奇怪。好啦好啦，那你自己去选啦，好不好？那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 Panamera， 那希望这个大家会喜欢啦。在对小四来讲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台想要与众不同哦，满街的双 B 哦。那坦白说，照顾起来，我目前遇到的这个零件状况也跟大家分享哦。它照顾起来，也许有更贵的东西啦，也许变速箱等等，不管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是愿意去承担这些东西。希望这个影片大家喜欢啊！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啦！欸、疫情呢、欸？疫情就嘛微解封呢、欸？欸，问你，他微解封，他弄了那么多的东西出来，他有没有说两个人车上开车是不是到底有微解封嘛？对不对？那微解封我们可以微解封，那你有没有跟你这个下次遇到个女生说我们来微做爱？啊、因为我机器很短嘛，所以就只有一点点而已，就微嘛，就因为就一点点这样而已，所以这个应该算微做爱吧？如果我就不是喽，我是战斗陀螺。所以我那每次不能抽太快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抽太快的话，那女生会变战斗陀螺。好，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这一集他妈的放送太多料给你们，像以后会妈没东西讲。啊、那你知道为什么结婚要有房子？结婚要有房子吗？要好不好？要不然怎么洞房？人家都出洞了，你不出房吗？一人出一样，不是？那就跟那个、啊、冲浪一样啊！冲浪一样，我负责冲，他负责浪。哦，你负责冲，他负责浪。哦，对，每次有没有？人家只要问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我喜欢的女生有三个条件。好、哦，卷发大波浪。哎，不是一个条件吗？不是，是三个条件：卷发大波浪。卷发大波浪。ふわいち星肉。哇，这是三个条件。静か論。雲里有限公司。